下面我们就把《高山流水》这首乐曲融入到我们丰富的伴奏当中，一起来听一遍。这首带伴奏的高山流水当中，同样要注意的是我们左手上下滑音的按弦音准，还有一个发的按音的音准啊。同时呢，还要注意一下，就是我提示的，我们有一些重复乐句啊，我们要在力度上、音区上进行一些强弱变化。好，那么也就是说，在这样一首比较相对完整的经典名曲当中，希望大家能够弹奏出一些乐曲的起伏变化表情来。好，那么在伴奏的开头呢，还是有四小节的空拍啊，从第五小节开始才是我们的弹奏，所以一定要撕出我们的拍子，一、二、二、三、二、四，进。好啊，所以一定要撕出我们的拍子。好。在合伴奏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以上的要点。下面我们就再完整的弹奏一遍《高山流水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进。